然后你们今天三个人进来，说明你们三个人一定冥冥之中有一些关联。选出一个代表，抽取一项挑战，好吧？谁抽？可以抽呗。那还看一下，木木。作为一个男团成员，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？稳。个性吧。心理素质吧。在你的青春的时候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是什么？就是遇到我们公司那个老板的时候，因为我一开始特别不喜欢这个行业，刚进来的时候那段经历我觉得比较难忘。让你接触到这些东西，然后你现在其实是喜欢的。对，来叶涛，其实一直有问题要问你，你应该从小就长得好看吧？其实也没有化妆啊，其实我虽然很丑的。这突然就这样谦虚？没有哦，就是很好看，从小我就非常的好看。漂亮这件事情给你有没有就是让你有一些困扰？没有最困扰吧，就是每次就因为我长得就是比较像女孩嘛，很多人都会把我当成女孩。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去食堂然后吃饭，然后那个阿姨对我说，她说多好看的一个女孩，长得又高又漂亮，就是嗓子有问题，就是嗓子有问题，嗓子有问题。因为我对于就是我自己化妆什么之类的，我都是觉得自己要好看，我只是喜欢好看，就不是说我要活得像女孩一样，我只是希望自己更好看。这我同意的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希望自己长得更好看。你蛮好看的。三个表情，不可能，就是心里都在，我都把后期都打上，不可能。柯宇喜欢吃什么配料？奶茶。我喜欢没有任何配料的奶茶。我喜欢芋泥，芋泥。你喜欢莲花？芋泥，芋泥啊，不然。你要啊！对对对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对，哎呦 ，nice。来，我们游戏开始了，好吧？好。首先，三个人说剪刀布，决出一名跟我玩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对对对，他是先动了。谁倒了，谁就输了。谁动了，谁动了，谁就输了。你们现在像那个谁脚动了，谁就输了。超市门口的那个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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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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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。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没有，哎呦，二磕头，哎呦，三磕头，你在调戏他吗？就可以，你是在调戏他吗？我们恭喜我们的浩然晋级决赛，好吧 ？OK， 好，来。哇，很可怜。因为你得到了最木的称号，木你们会想到什么？木头、笔。什么？什么笔？笔做成的笔，铅笔。铅笔。有一个成语叫鱼木。鱼木。脑瓜。鱼木脑瓜，木鱼脑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木脑袋，你想到的是这个啊？那我想到的就是 eyes。eyes 眼睛。眼木嘛。啊。送你一块冰块，送你一块冰块，来 ice 你可以说的这些梗就是很好笑。这块冰块放在水里它会发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我就希望你拿到这个在舞台上如鱼得水啊。老师能自我介绍一下吗？能自我介绍一下吗？Hello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许嘎嘎天琪啊，我是一位搞笑艺人。对，我们认真的嘎嘎们出道到现在为期半年。那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嘱咐的吗？嘱咐的就是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在这里呢一定要什么，相信你自己，因为声音很多，不管它来自于哪里，但是你只要听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就行。好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哈哈哈，没想到集齐木元素之力的道路如此艰辛，不过木有四，木有四，许天琪最终还是找到了四位木材，化险为夷。接下来就轮到火元素了，谁会是火能力者之最呢？小伙伴别跑。